您的共和国外交部长发布，今天下午9点由外交部官员陪同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我国的历代文物。巴布外长首先参观了殷商时期的甲骨和商周时期的铜器，随后又分别观赏了各种玉器、象牙、陶瓷和历代文人的字画。他对故宫博物院里所陈列的琳琅满目的中华文化遗产非常有兴趣，不断地向陪同的讲导人员询问各种有关问题，而讲导人员也尽力讲解。外交部长今天表示，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，